朋友是那个，就是一他们般是的。西北嘛，那样一个吃的挺那个，那口子好像整那玩意儿整的挺好。哎呀妈！臭了。就是瞅现在我师傅那样，反正不了解。臭了里头。我说那咋整？那你咬牙挺稳，看人家你给整的就不咋地，在家找个舅舅。叫唤叫唤好使吗？他都臭了。那到老那天咋整？楼上那他妈就搁那臭了，搁老不上。你没跟大哥商量吗？你问我大哥，大哥知不知这种情况？哎呀，这回疼了。这回疼了，他到能的地方，他多少有点。哎呀，不能动啊！我正看我右上。拉丝儿了都。他就是给你长了不整，那得赶赶他就往里扣。我这脚干那么的话，你让你整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上人这儿，你看咋疼他挺着，给家他家嗷求叫唤，眼泪吧叉。他够我的，他敢动吗？他一动不就嘎上了吗？哎呦，这下给我儿疼的！全是皮，这个脓包。没了没了，完事儿。我们这清来清去也修它，就再不能长了吗？没达到这种，没达到这种就不能疼，达到这种就得疼。好了，好了。